那这些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对人的状态跟我们在国家队在现阶段面临的对手啊，跟那条线的安排如何把敌人给阻遏住，而且呢，在他的位置职能方面呢，把他的这个优势呢给他最大化。我们看这场比赛的变化比较多，而且呢，刚才我们很多媒体也谈到的观点，我也很同意啊、国家队更多打五十位，但我们看到在中超这些效率大国家队的这个输出的大队，哪支球队是打这个反反击打五十位的呢？几乎没有。那我们这样的话呢，把队员在这样组成上，可能在不同位置啊，不同的这个防守的这个打法体系来说呢，可能把他们在短短的几天组合和在比赛当中要出成绩啊，没有任何闪失的情况下呢，队员所面临的这个心理压力和替代性方面，怎么样啊？这个发挥出水平的这种障碍呢，可能就更高一些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国家队呢面临现在给他时间空。